共寮社区发展协会办理社区营法共餐已经将近十年的时间，每周五固定开饭，也是社区长辈们再熟悉不过的行程。只不过原本都是将近八十人在活动中心内用餐，因为疫情影响改外送便当，许多长辈一时之间还没办法安心走出家门，所以目前一半内用，一半便当外送。共寮区长也鼓励长辈走出家门，走入社区，让身心更健康。这个我们共寮社区发展协会办的共餐活动非常的办得非常好了，那我们现在社区也都是有一半在内用，那也有一半做外送的工作了，那也希望说老人家也有机会可以多到社区来一起共餐，大家一起的聊天，一起活动，生活比较开心，比较快乐的。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就说，在这将近十年的时间里，每个星期五举行共餐都没有和长者收费，感谢共寮区渔会常年赞助渔获，还有社区干部自家种的青菜也都给共餐使用，更有各界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让共餐资源不予匮乏。社区共餐自从2003年到现在已经十年多了，很感谢社会善心人士和慈善团体继续给我们支持跟赞助，尤其那个渔会陈国光先生，十多年来的渔获都吃他的，让我们很可以持续推动，因为自从疫情发生以后，有一些老前辈啊，都是用送餐的，所以说目前送餐人数达到40位。来现场吃的就差不多30几这样。共寮区区长表示，共寮社区发展协会在理事长的带领下及志工们付出劳心又劳力，让共餐稳定发展，也鼓励长辈走出户外参加社区共餐，可促进身心健康。谢纯威，共寮采访报道。